我要减完肥，我不骗你各位啊，从后面看张翰，左面看肖战，右边看李现，从正面看傻蛋傻蛋。互动就问捧哏的工资是靠抑郁致死等级发的吗？企鹅之父。什么外号啊？四哥这个包袱抖的是真好，为烧饼量身打造，别人都不管用。妈还说了，我天生就适合当演员。为什么呀？我就适合站在聚光灯下。哦，你适合站在聚光灯下。怎么了？那你站烤箱里不一样吗？你一个烧饼，你站哪儿不是站呀你？怪不得孟鹤堂让九良少跟巨匠玩，他是一点活路都不给逗哏的留。过去的观众人呢，听相声的都看逗哏，现在的观众呢，现在恨不得逗哏的下去。观众还是喜欢看好逗哏。我跟人家都挣18.5万，多50本屁用，多50块钱买来拖鞋和冰箱里冻硬了，能抽你们家几架子骨头。头九最后的温柔就此终结，属于张九男的好日子来临了。张高有成，今天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知道吗？你正式结束长达8个月的寡妇生活。你做什么？不是我结束了。对啊，结束了。人家谁跟我演啊？我回来了，你还想跟谁跟你演啊？你保证脱不出事儿吗？九成头九的技能逐渐觉醒，再也不是那个喝完酒才会变身的醉拳高手了。对，我听说那个你们那个师娘师傅啊，演那个卧头会馆。啊，是，对，怎么还要演了？怎么会有你？嗨，不是因为我搭档有点事儿吗？是多少年小剧场的基础。对喽，宝儿师说过，小剧场是根。我跟你在一块儿了。一个出其不意，一个淡定结账，这就叫高手过招，招招致命吧。怎么都让他失禁了？有弦吗？这是弦是吗？废话，你以为呢？哦，这是弦啊！你也是尿袋呢？你这要拉弦啊？你要打家伙吗？我也没拉过裤子。大哥这么一说，瞬间明白了，阎鹤祥寡妇失业纯属自己做的。胡子哥在抖音现象全国招生，250人，我可怕了，我姐有200多人想说相声，要再来也不能挣遍了。毕竟是少班主，一点面子都不留，谁受得了？我拿他开玩笑，他急吗？不急。对，你为什么不急？我要不挣你爸钱，我早弄死你了。我一出门人家能把我认出来，你一出门为什么人家不能把你认出来呢？我差一好爹呗。我应该换一个别的行业。你别的行业也有这么优秀的父亲吗？你看在这演出，咱也是和观众朋友们交朋友。那你还收人钱啊？挺好的捧哏，可惜长了张嘴。我爸爸都不认识我，真是的。他爸爸就产油，我爸爸叫大庆。他爸爸油大，我爷爷叫耶稣。你说相声应该的啊，不管怎么样，这是我们的工作。有句老话说得好吗？哎，还真是。我先说出来，等着你。我说的就是岁数，是岁数，那是我大。24肯定比32大呀。您怎么没上过学呀？谁没上？32比24大，先有了你还是先有了我呀？先有了我呀。怎么能先有你啊？就是先有了我呀。你看看啊，我2422，对呀、啊，10岁20先不算了，21、22、23、24有我了。你呢？对不对？25、26、27、28，你还没出来呢。29、30、31、32才有了你。明白？对不对？哦，就您的意思就是先有的你。没错啊。后有的你爹。还有什么弊端呢？从身体上来说，岁数小的是不是要比岁数大的要好一点？对，您这技能各方面比较强。身体技能，对，我说的就是身体素质，有力量爆发力。对呀、啊，你现在你32岁，对呀、啊，32岁你也没长我这么大脑子呀。那是我这辈子也长不了。你可以跟你发育是良嘛，对不对？发育良，您的意思啊，全世界人都发育良？不是。就没事，见面都见不着，编的吗？嫂子长期在石家庄，我长期跟他在一块儿演出，哪儿根本就碰不着面。对，见面也客客气气的。嫂子，您怎么样？还行，不错，得了。都在北京啊，聊不着天，不可能有事儿。但是我退一万步说啊，我就想问你一句，如果说，比方说，假如说，
我跟你媳妇儿真有点事儿。你不用假如，你没有，不是什么？假如，好比，打个比方，好比嘛，举个例，举个例，举个例，好比说，我跟你假的，假的，好比说，我跟你这真有事儿，那么咱俩之间的关系算什么？算假的是假的，假的，假的，我跟你说，假的有事儿。就假如说你真跟我媳妇有那么点事儿，咱俩算什么？咱俩算扯平。哟，看不出来我叫干嘛地吗？看不出来，你扶好了，我怕吓死你。小丫头都没吓唬我，我怕吓死你。我，你们都扶好了，怕吓着你们。好，都扶好了。我是个戏子。哟，吓死我了！哎呀，这有吓人。吓死了！这玩意儿一点坚果都没有啊！这个，我特意跟电工说了一下，把我的麦调大一点。哎呀，这个嘴好，今天呀、啊、跟人合作一回，唱一回京剧，后边别吭哧就不行。人家化一化妆，为什么呀？区分一下角色。一会儿谁是刘备啊，谁是诸葛亮，大伙儿也能瞧出来。这常言说得好，人陪衣裳马陪鞍，狗陪铃铛跑得欢，人不捯饬不好看，捯饬出来您再瞧。哎呀，不是，你半天在后边玩呢，他刚铺好了，他底下那扇子不想包头。哎呦，不是，咱在北京演就行了，你去内蒙干嘛去？咱们就看好他就可以了，坚持小剧场演出，加油！保不齐明年您就可以去包头了。这不是包头，包头，那呼兰浩特，还呼兰妹儿，我给你想骑马去是不是？哦，头包嘛，那不是。头包干嘛？包头。啊，包头包包包包。哎呦！诸葛亮那什么扇子？哎呀！来包包。别说，真笑。您跟郭老师那是什么关系？生舅关系。哎，生舅啊！王九龙呢是郭德纲的大舅。对，他摆的呀。我是他大舅，我说不对了，是吧？不对，您是他的外甥，他是我舅。哎，但是在这个后台，人家九龙不指着这关系。从来没想到，从头一天进德云社，人家现在的鲜花、掌声和成绩，全是自己凭身体睡出来的。我觉得还行，行了，下来，下来，挑得我下来，我身体够好的呀，我。那话怎么说呀？那是拼搏努力，努力得来，您可别瞎说。你像他，他没有什么特点，我可不就这意思，是不是啊？你哪儿都不高，我反正跟您比，我是因为我差点、哎、差多了。您这是德云社的巨人，这确实算是巨人、嗯。你师父也是巨人，我师父那个头还巨人，锯了腿的人。您就直接说他是残疾就完了。不要这么直接侮辱他、嗯、不要这么直接说。是。确实啊，这个一路走来也不容易、嗯、啊，一直啊走到最后啊，这个最后决赛我跟孟鹤堂啊，我们两对演员、嗯、啊站在舞台上，我跟孟鹤堂一对视、嗯、啊，确实是黑幕。这个你们这眼睛会说话。确实不是黑幕。那没有黑幕。真不是你不要，我是黑马，我不是黑幕。我看你像骆驼还黑马。
我是一个大黑骆驼，真的、大黑骆驼。就是说这个意思吧，大伙儿希望您啊也多多的捧场，是多多的来。哎啊，这个礼拜我们德云二队，就在驻扎在这个旗舰店，德云社的旗舰店了不起。行了，咱们这今儿都周五了，明天还一天啊，明天还一天，后天还有一天，反正就说这意思，这个、二队就走了。对吧，咱们就集体的死去了，是怎么样？你不要拉着我啊，你去跟人砍去，你不要跟我说这个。你看他这社会的气息又暴露出来了啊。没听说什么，你稍微的矜持一点，怎么了？咱就换地了，换地了。哎，咱们这几个队轮着演，我们分八个队，哎、大伙儿可能不了解，是八个队，这八个队都是轮着来，哎，一直在这乱轮。那个不是，大伙儿没那么开放，不是还乱轮？内部也不让乱轮，知道吗？轮换着演出，哎，就是轮着呀，乱着轮着换这个演出，非得把这乱字说出来啊，很正常。嗯，有熟悉的，有不太了解的，简单的做一下自我介绍。啊，我是德云社的青年相声演员。偷看看你日记。重新的介绍啊，我是德云社的中年相声演员啊。哎呀，干什么呢你们这儿啊？啊，这就看这个表情呢，你看你什么呢你？哦，中年不行啊。中年也差。哦，中年也差。我觉得我保养的还可以啊。您看您满脸的骨灰啊。保养的不错。我是让人烧了。重新的介绍啊，我是德云社的老年相声演员啊。你不如直接说你是德云社的享年相声演员。好好，你这是你咒你师爷是吧？不孝之孙子，真的，真没想到德云社出了这么多孙子。你早就该死。你还拍一下干嘛？说不拍一下干嘛？反正不是在我们手里了，钱都给那个郭扒皮去收走了啊。郭扒皮，对，就是郭德纲啊。嗯，您今儿准备告别舞台了吧？别，演员心里啊，演员心里非常的开心。对，尤其也说实在的，这位演员也了不起。我有什么了不起？李鹤东啊。嗯，了不起，您捧了，真的，相声说的非常的好，不敢当，捧逗俱佳，都学过到底。人家李鹤东老师啊，嗯，站在桌子外边也行，能逗哏；站在桌子里边，人家也行，哎，能捧哏呢。像您这样的好演员，哎，我不行，在德云社来说啊，啊，属于是百年不遇的好演员，真的，发自内心的特别的崇拜。您这崇拜都有点盲目了吧？怎么盲目了？什么叫百年不遇呢？百年不遇呀、啊！有什么区别吗？夸人不都那么说吗？李鹤东老师在德云社来说呀，我呀，属于是百年不遇不遇的好演员啊！就我这病，新兴医院都治不了了。不遇不遇，小名叫李杰渣啊。德云社的渣男，别撂下，撂下，撂下。没听说过茄子辈的，这还排字论辈儿？茄子辈的，打那个茄子吗？哎呀，什么玩意儿？人夸人都说难得一见。